相亲，相亲，相亲就是两个不认识的人，经过他人或者一个机构的介绍，见面，然后看看他们适不适合谈恋爱。在中国相亲的时候，一般会问几种问题。一，家庭情况，家庭情况。二，经济情况，经济情况。三，其他，其他。一，家庭情况，家庭情况包括你跟父母一起住吗？你父母做什么工作？二，经济情况包括你的工资有多高？你有房有车吗？三，其他。其他可以是很多问题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？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怎么想的？呵，做完这个视频，我已经不敢在中国相亲了。你呢？你相亲过吗？你会问这种问题吗？别人问你这些问题，你会介意吗？Answer these questions in the comment section to practice your Chinese. Follow 小瓜 Chinese to improve your Chinese.